要这个啊？是啊，你要这个。你没搞懂啊？是这一种，是这个东西，你要把它具体化，比方说好，你把它撕成。所以这是现在不能再撕了。对啊，再撕就没有啦。那你想一想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两个人在做什么，或者叫。好，前面有签字笔哦，看你要用油性、水性的试试看，或用蜡笔。我带的东西没有特别的多，所以你们自己要先抢先赢哈、哦，看要用什么材料。然后要先把它具体化，先加线条具体化。这个小助理的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